Ogie. Baby Young Young Chiyo to see in the woo. Cool, bro. 现在正在坐在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，还没有起飞。有什么想对我的小说的？不是，我问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你这这咋回事啊？没明白意思啊？你看，我要说啥？睡嘟嘟，吃饱就睡呼噜噜。他们是告诉我，既然我们能在飞机上干嘛，我有点无聊。你能干？你想干嘛？笑死！我们要把他们都叫过来，让他们干嘛？干嘛？你不要干嘛？在这等着跳伞。真的，我就是那么的帅。我想去鬼屋玩。兄弟们，来日方长，我们接下来日子继续见面，好。还没张开的晨晨，希望今天还有美好的一天。录音吗？如果录不了，我会很尴尬。直接就可以录音吗？可以录音。所以现在什么心情？很开心，看来有点晒，后悔没有戴墨镜。我们来个 freestyle 吧。这是什么？墨镜粉。站好，我觉得很酷啊。我，我昨天在谁拿了我的棒子？很高吗？我会保护你的。真的吗？过山车这种东西，你有什么不敢玩的？变形金刚，酷，太帅。太帅了，最帅！变形金刚的感受，我现在仿佛是已经变成一辆变形金刚了。最喜欢的还是哈利波特，我也是，哈利波特也蛮帅的，是没挺帅，太梦幻。太好玩了，这个很爽，爽死了！我们做了两次，我和董董，我们两人做了两次，非常感受 ，crazy。子怡不行，子怡刚刚全程在董董的怀抱里。说了，但是真的，这个是今天做最刺激一个，是，我就很爽啊 ，cool bro， 换晨晨撒娇，这路可以吗？哦，他常撒娇的，是啊，他常对你撒娇，他就对啊，他就是一个很爱撒娇的人，是吗？对啊。